女生宿舍被骗，说我们出来逛街干嘛喊他呀？行了，毕竟是一个宿舍的。哎，小姐姐，小姐姐，免费送行李箱，要不要看一看？真的是免费的吗？哎呀，当然了，我们创业初期增加曝光量，扫个码就行。那行吧。还要身份信息吗？小童，你们又恶意揣测别人，这个世界上呢，还是好人多的。你圣母，你不冷漠不杀人可以了吧？你自己扫呀。扫这个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手机没电了。哎，没事没事，我这里有充电宝。不要用来历不明的充电宝，容易被盗取信息。又来了，你们又恶意揣测别人，人家创业初期有多艰难呀？这个社会上就是多了你们这种人，才会这个社会写作主怎么被骗，我是活该。走啊！好了，你们等等我呀。你没有看到一只小狗吗？我小狗走丢了。什么小狗？哎，帅哥，什么小狗？我们可以放你一起找呀。啥好心，我也可以放你一起找的。就在这附近丢的，你们能帮我一起找找吗？不行，没空。有空啊，小黄，你怎么那么没有爱心啊？人家小狗走丢很多彩啊，你跟着他去，走丢的可就是你了。不帮就不帮，你们怎么还污蔑人呢？就是啊，小黄，你不帮忙就算了，怎么因为不想帮忙就造谣别人呢？你那么想帮，那你去呀、啊。你亲妈配的还没人，就是多干坏事了。去呀、啊！你没有欺负我，我还是出于好心，你们就得怪我。对不起，怕你被误会，这个给你，我没有喝过。不需要。小王，你就是见不得我好，你跟别人道歉啊？那你喝，没问题，我就给你道歉。你就应该让他们骗，明明是你先心殷勤的，你。喂，请问您是方唐女士吗？请问您是否于9月12日乘坐过7:15落地的 PR94014 航班？啊，对，是我。您此前乘坐的航班发现案例，请问您在哪？我马上派车带您去隔离。我现在在那个，在警局门口。怎么样，你来吗？看到没，信息被泄露了。你拦他干嘛？下次还得被骗。哎呦我去，萱萱，咱们宿舍楼咋有警车啊？咋回事啊？哎呀，还不是因为方糖，别人骗他说他购物订单被冻结了，让他去一个网站说支付密码才能解冻，然后啊，他就全身全身闪走了。哎，不对，你咋知道那么清楚啊？哎，我看着他弄的呀。